今天是111学年度第二学期学校的开学日啊，本分局对于学童的安全非常的重视，那今天也呢编排了校园周边的守望跟巡逻的勤务啊，来保护我们学童的上学安全。那也在这边呼吁民众，如果在学校周边发现可疑的人事物，可以拨打110电话跟我们警方来做联系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做最有效的处置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开业作业社工组。对，来，大家早。好，大家早。哦，早。好。好。